最靠近太阳的地方，难道不一样？最靠近太阳的地方，他张开双手，带着音乐走向这世界，嘹亮的歌声在街头中回荡，种下音符缩成旋律，一起的共鸣用心去呼吁，渴望着有人在城市中，在永远不息的眼睛，与忧伤的心说声 say goodbye， 因为他让你们知道，这就是你。Thank you.